自己家里的佛台啊，两盘供果，那有没有左边高或者右边高之类的说法？最好，最好供果嘛，最好就是平一点了。比方说要对称，有两盘特别高的就两盘特别高，其他低一点没关系。要么就不要一盘很高，边上嘛这个都是低的，或者说至少说要平衡吧。好吧，这是一种尊敬。这是一种尊敬，就像人穿衣服一样，要穿得得体大方，这是尊敬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家里的佛台比较小嘛，就只能摆两盘供果，但是有时候可能就那苹果叠起来的时候有一边就高一点这样子。没关系的，那没关系的。哦，好，